可以，可以，可以。哎，您说了，年底再说那个。哎，也是个代表团体的。啊，我们也认识，代表团体的啊。告今天出发人。哦，这样啊，来，里面坐好吗？这个比较适合。好的，观光方面今天即将开始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的节目今天会请我们驻地艺术家表演类的一些朋友们来为大家来表演，来展现他们这一年他们驻村的这个成果，会带来很好听的歌哦，都是他们自己写的歌，所以待会儿敬请大家慢慢的欣赏聆听。那个叫葵，因为每次在往这个奇美还有光丰路的时候，看到的植物最多的就是蕨类哈。它蕨类因为它有一个对面的那个芽，其实还是在感觉它就像一个无限的生命，自己延伸。那这次我就把那个这次的呈现我就用葵。那另外这一件这个是因为在地的材料哈。这个是那个床啊，我在那个垃圾堆那边捡到的。我捡到它的时候，我立起来，它其实就像一个女人跳舞的样子。所以这一件作品，我就等于是我对奇美的一个感觉哈，就是那山那溪谷那星星，跳舞吧。唱歌吧。好的。在奇美的时候是在秋天的尾巴，所以那个时候传说中的奇美，然后我应该是在十年前就听说，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来到这边。那个时候来这边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一路上看到那种芒草花就在那边吹呀吹的那个感觉，然后来到这个部落的时候，它静静的，然后满满的感动。
这个部落对我来讲有一个很深的意义。那我想用那个阿拜，我想用阿拜的那个意象来去表达那个什么，奇美带给我的那种很，在我整个我的生命过程里面有很不一样的感动，所以我就用那个什么，我就用花跟芒草来表达我对奇美部落一个深深的深深的感动。这件作品叫《风里来的祝福》，是卑南族萧碧南部落的邻里。那我的作品在里面哦，他怕感冒，所以没有办法给你们看到，你们可以走进去看啦。这是第一次尝试用行动来表示创作，因为这一年之中，我们写了很多的函给上面，他们也回了我们很多的函。那我发现就是我们笨地瓜啊，接到函的时候都会很紧张，他们就会打电话来问我，那个信里是写什么哈？我就说都写得清清楚楚了，你们为什么不看？然后又接到另外一个地瓜说，有没有收到一封信啊？里面写什么哈？我就说里面不是有写字吗？大家为什么都不看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对函这个东西非常的陌生。就像是我们一般的平常的生活根本就不会接触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今天的作品就是用一个比较简易的口吻，然后让大家看就是函这个东西，想要函的可以来我这里拿。谢谢大家。接下来为各位带来这一首诗，是一首劝导歌。姑娘拉修都尼阿卡巴吉吉，萨奈姑娘拉修，是苏瓦雷多苏瓦诺里登，阿卡巴吉吉那阿卡巴海古提伦阿卡巴古奥里萨奈。你们没有给他掌声呢？对，加油！
牧啊，亲爱的漂流牧，是否想念上上的云和树？漂流牧，亲爱的漂流牧，是否知道回家漫长的路？漂流牧，我亲爱的漂流牧，不过是想起山上的云和树。漂流牧，亲爱的漂流牧，是否想念回家漫长的路？三季漂流木有分三季，确实没有零五季。那罗啊，你那罗啊，咿呀那呀哦，那西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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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